们小学的挺好看，就是人文气息很重，然后大家就是专注在课业上、学术上。城市养子啊，牛逼！一个学习状元，然后我你在大学最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？今年研一了，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好，想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的科研生活。我希望可以就是在运用在这里所学到的知识，运用在我未来临床工作上。未来想要成为一名好有医德的医生。我觉得还是能够养成一个比较自律的习惯，然后能够在学术上啊、生活上啊，都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好好学习。